就在刚才，小杨哥直播间迎来史上最青春品牌方。而此时的小杨哥眼睛都直了，无奈的是小杨嫂在直播间，于是小杨哥便开启了坑哥模式。你怎么讲话要这样呀、啊？老妹习惯哟。这你都知道啊？没有。来一点！我的妈！你在害我！给你机会你不重用啊，孩子！没有得逞的小杨哥接下来的操作，让网友们直呼在一起。来，老妹你远点，来听着，老妹离近点，老妹别听他的，别离远点。球就变了。今天来跟大家介绍我们蔬果园洗衣凝珠。他们听不见，你对着说，对着说，对。粉色就是这个爆香，可以留香15天。然后蓝色呢，就是比较强的清洁力。你干嘛呀？买了一个。不是我呢，对着他们听不见，我对着话筒。你对完对了嘴，你对我嘴了。啊，我们线下的价格是79。我的妈了，现在一盒79，一个就可以洗15件衣服，非常方便。156颗啊，可以洗156次衣服。我们可以免费试用，如果哎呦我的妈！可以免费试用，如果不满意的话可以退。Nice。动作加一起多少钱？对着话筒，对着话筒说。400多。今天在小杨哥直播间，99上车。你有病。不是吗？不确定的某个夜，早上泪悄悄流。够了够了，时间到了，捡出来啊！好，不是我说，把这个一定要捡出来。这个我们今天卖的这个货一定要捡出来，一定要捡出来啊！货一定要捡出来啊 ！OK。大杨哥拿辣椒整蛊小杨哥，辣的小杨哥嘴都肿了，居然还让我保密。我就求你一件事，咱们把这个密封点的保密一下，剪视频不要乱剪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死了这个心。有盖。这个大葱就面是真的不错，对，就点这大葱。这什么？这葱里面都没用。这谁干的？我今天查出来谁干的，我跟你说，一个人都保不了。没事吧，老弟？我就求你们一件事，咱们把这个秘密永远的保密下去，行不行？不可能！我的妈的！你也许了吗？三只狼干的，三只狼！我明天害了他，来来来来来！我明天来了，老弟！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把你们三个都给你散了都！啊，三只狼！我不得每天要了老弟，我不得每天要老弟。不要命 ！Later， 这个辣椒要不要加一个？这辣椒，哦，这个辣椒不辣，这个辣椒不辣，我加一个，加一个，我觉得加一个好。叫什么名字？锅盔。一九郎锅盔。怎么样？没看见猪肉了。这个呢？鲜葱猪肉。鲜葱猪肉，这个辣吗？真不错呀！好久没上播了，我厉害了。我来，真香。辣嗨。你做过主播吗？没有。你带点。为什么直播间都是你的节奏？小杨哥来公司突击检查，遇到公司的实习生青青，当得知小妹妹还会弹古筝时，直接请到了三只羊直播间来表演才艺。我还在上学。你在上学呀、啊？嗯。上大几？大三。哦，那现在出来就属于说暑期寒假。来学习。嗯，行，对，都行。哦，他们都是实习生。是。哦，因为我们这一个是一个实习地点啊，兄弟们。今年多大啊？不是，有没有男朋友啊？没有。好，非常好，兄弟们啊，这句话我已经帮你们问了啊。好，我先弹一首啊，兄弟们啊。好，慢点。这种问题啊，这个得轻拿轻放啊。这得要个几百块钱吧？几百块钱？9.9块上车。耶、yeah, ！你我跟你说啊，你看，兄弟们看，一看就新手啊！你9.9块上身，你真的得上来。嗯，真得上来。没办法，这个工资只能从你上扣了。来，给大家那个作业链接给上了。好，我就弹一首啊。我调下音，我听下音，对不对啊？你这弹嘛还调下音？你咋不懂怎么搞的？真可以讲哎，不能录像，行吗？你先谈吧，不能录像。
去 KTV 必唱这首歌《沧海》，《沧海一声笑》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唱唱一唱。我不会唱。沧海一声会弹吗？是是，好像是。对对对，就这样。不对，确实可以啊。可以吧？哎，确实可以，还行吧。好，现在然后呢？但我弹完之后，你再看他团员，你就知道我是不是专业的了。因为兄弟们弹那个必须得带东西的，有胶布吗？哦，他兄弟们啊，弹那个手上是要带这个的。对，小杨哥把轻轻的踩你打下来，可以吗？青青，可以。好，行，兄弟们啊，交给我啊。哦，对，你这个男朋友标准是什么？青青，标准就是喜欢我，能够对我好。这么简单？对。哦，直播间愿意给多少，他就给多少呗。对，就他们愿意给多少给多少。不，服从领导安排。服从我们直播间安排。哎你妈，兄弟们啊，他这个意思就是我服从男方的安排，是吧？对。你妈，你这样我必须给10万元，他们能出999万。哎呦，这人出1亿。还有。还有出1000万呢，但大部分有9.9块。好，兄弟们，记住他的名字叫青青，也是三三网络主播。他为什么最近他不直播呢？因为他现在啊，他还在实习啊，他还练习。就在今日，三只羊网络开业当天，小杨哥以董事长身份对员工进行突击检查，差点吓坏了员工。啊！姐，别问，记得这叫突击检查呀？啊！给你们吓的，脸都吓通红，吓得一鞠的。你看那个吓的，你看吓的，眼睛。被吓坏的员工也是唯唯诺诺，有苦说不出。随后检查的一位员工很是出色，不仅工作时间看直播，更是把工牌都改了。这都直接不上班了啊！别看直播，直接不上班，说明了你这个直播多好看，多好看！员工对咱们这个多喜爱，对对对，是不是？班都不上，都不上，直接看直播啊！哎呦，他评论还这么大。他的牌子也不错啊。没有，这个贴上去了。三只狼网络，来把你牌拿过来，对比一下。三只羊网络，三只狼网络。不，你没有，站着，拍段子把牌改了。三只狼，没有，你名打错了。里边是那个贴纸，我现在之前是正对。哦，你把三只羊给盖了，你把它盖了，为啥呀？懒得看到它。做看直播吧。